表姐，报告，转班了是吧？进来吧，先站最后一排。看什么看？三四，我说一下，那个以后上我的课不要穿黄色的体操服，好吧？叫你家长买跟大家一样的，就李丽那个颜色啊。哦，知道了，老师。从头来一遍。跟不上不要在后面混啊！拜拜。人家走你也走，自己进度跟不上还不知道加练。老师再见。你要多练是吧？那你锁门啊。嗯，后天家长公开课都别掉链子。哦哦，好的老师。李丽爸爸好久不见。哎呦，二蛋妈妈又漂亮了，坐坐。你跟你家里人说今天公开课了没？你家长呢？老师，我妈有点忙还没来得及。哎，校长好，您来旁听是吗？你家长来没来呀？校长都来了，知道。梅子的妈妈。妈，这谁是谁的妈？嗯，哎呦，你看我这弄的，之前也没说一声。说那些干嘛？正常上课。刘卡西卡，你说前面没事，我跟你们说的我帮你们。来，所有人站好，准备上课。下传谣，准备。更衣室还有人没？哎，别换，你穿黄色呀，老师觉得特别显白，特与众不同。哦、这节课站 C 位，李丽脚让一下。什么地还让校长的孩子亲自？谁让你打扫卫生的？学生的任务是什么？是学习。快回，赶快回家。我从来没见过老师亲自打扫卫生，你赢了。老师再见。哎哎，快回家吧，以后在学校有什么问题啊就跟老师说啊。宝贝儿，你这会儿没事吧？老师有啥事您说。你看老师平常带你们辛不辛苦？老师平常上课认不认真？老师是不是为咱们班付出的